饶庆林县长九月二号在前总统马英九及200多位乡亲陪同下，前往县选委会登记参选2022年台东县县长选举。最重要不是我满不满意，台东县民满不满意？满意。台东的县民对饶县长什么看法？大家知不知道？这么长的时间，可见了日久见人心。当初他做的承诺都做到了，民众对他有信心。我们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他，好不好？好。县民在4年前给庆林的肯定，让我有机会在这4年让全台湾的民众都看得到，台东不只是台东。而接下来的4年，再次恳请乡亲给庆林机会，让我们绽放台东蓝。饶县长执政4年，努力让台东不只是台东，希望争取连任，继续打拼，绽放台东蓝。台东所在综合报道。